营。我让大家这阻拦。我们要愿强制执行，你没说的。我们准备流血采购我们尸体过去。等等，看我本事，你赶紧来啊！哪有这面执法呀？把手伸出来，把手伸出来。过来，大家都过来。大家都过来，看着他，看着他，看一下这个人，看一下这个人。你记住他，时间会证明的，会有说法的。看看后边的黑衣人，后面的黑衣人一堆一堆的走，一堆一堆的过去。对对，这又过去有一百多。往前走，往前走，都扑出门。这么大的勾机，你们对着我们，你们准备今天害几个人呢？害多少人呢？干个支援的，你都吧，都吧。大娘记得上打，那是我是大娘，你哥吗？那是你哥。哇塞，高吧，这是你干的是吗？领着没有？高吧，高吧，有没有用也得。这就是执法。这是我们曾经的家园，曾经的家园现在成了一片废墟，现在成了一片废墟，基本上全部都拆完了，全部都拆完了。这是娟子家，所有的看看。